老板，我要邀请你参加我今年唯一一场实体课。这场实体课是由我还有两位上市公司的单税跟大家分享传承。老板，你猜猜看，在马来西亚有多少间公司是家族企业呢？答案是 77% 的公司是家族企业。根据 survey， 每十个大马人就有六位是在家族企业上班的，这代表着家族企业带来给我们的经济是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传承不是只是分股权给孩子而已。老板，无论你是一代还是是二代的企业家，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创新的基因，企业是很难做得远，也很难做大。马上报名创业或传承，你都是创一代实体课，在现场跟成功企业家学习。单税林管理两家上市公司 ，EcoVest 还有 LSH Capital。另外一位单税刘冠金经营一家上市公司 PA Resources， 还有几家公司，将和你分享他们的创业转型还有传承的心得。我也会在课程里教你第一。如何找人才？因为我就是在接手公司后，把公司从30个人做到现在有800个人。第二，教你如何转型升级。第三，如何把公司的股东从吵吵闹闹变成彼此看顺眼，一起手牵手打造企业。第四，如何在50-50平权的情况之下设定岗位还有互补。第五，吸引人才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还有模式。第六，我在这10年成功还有失败的故事。第七，如何运用企业的成长工具。老板，不要辛苦打拼的江山毁于一旦，想要顺利传承，马上报名，我们的席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马上报名，到时见。